今天我们雅尼克又推出了新的产品啦，而且是呢，一样是跟一位创作者合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六色雷，欢迎来到红色列开箱频道。刚刚你又放假了，距离你要退伍的时间越来越近了。没错，恭喜你，头发也越来越长。赞哦！在退伍前会再录一次啊？真的吗？有可能。好啦，没有关系。我们今天呢，一样看到放假就带东西来给我们吃。所以今天你要来开箱的东西是什么呢？今天我们雅尼克又推出了新的产品啦！哦，还记得上一次是黄兄弟跟雅尼克联名推出一款黑糖珍珠状奶生乳。没错，我到现在还是很怀念的味道。对，我真的好怎么绝版了？对啊。好啦，他们又出了新口味，而且是呢，一样是跟一位创作者合作，是浩浩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他出了这个口味叫做焦糖布丁生物卷。哇哦！不过他这次在外观上面是并没有做就是设计的这样子。对，其实看不太出来是跟浩浩还是有可能是我们在 YTM 买的关系。对，那我在 YTM 买这个是409块。好，我们打开看看。那今年盛逢就是雅尼克20周年啊。对，然后他们的第一家店我记得是在金山万里，然后浩哥也是金山万里人，所以他们就特别找了浩哥来合作这款。不过他一样是有一个这个豪放的一个 logo。好，来看一下里面怎样安装。3、2、1，噔噔！哦，外观是一模一样的，一模一样。重点是也没有特别的介绍什么的。重点这一片，噔！这是布丁吗？哇、哦，一整块、哦，很厚、哦，很厚的布丁。然后就是有一样是我们那个外皮，然后呢包裹着一大块布丁，然后以及呢有生乳的那个奶霜。雅尼克果然是以真材实料著称的生乳卷。来来来，切一下，切一下。很期待哦！听浩哥的评价，他说他想要让这个东西一辈子存在他嘴巴里面。哦，哎，这个外皮也太美了，这外皮疗愈。对，但是我要把它破坏掉了。厚一点，它2公分厚。吃雅尼克要2公分厚。没错。非常地新鲜。我要吃。刚好有一个猴形摊丁的人回来了。不用手，吃雅尼克就是要用手。噔噔，它感觉上它的布丁有2层哎。就一个，应该它就因为焦糖布丁，所以一个是焦糖冻，然后一个是那个布丁冻，长这样，闻起来有就是有一股淡淡的焦糖布丁，就是雅尼克很招牌的那个生乳奶霜的味道，奶霜来了，它会跟生乳卷的那个奶霜融合在一起，而且它这个焦糖是有点带苦的焦糖，哎，还有苦甜苦甜的那种，而且是会有那个焦糖的苦香，不是我们外面喝那种什么焦糖玛奇朵的那种甜，它是焦糖布丁意，整个吃起来又不会说到甜腻，它那个苦很好的综合了它的甜，它会一阵一阵的，一个焦糖的甜，然后焦糖的香，然后生乳的滑顺，又带点一个苦苦的。搓一下，勾一下，勾一下，还会回韵呢。我先再吃一块，它在我嘴巴里面回甘呢。哦，真的不简单哎。哥哥，我觉得你会喜欢，快点来，真的。我现在有点狼狈。我现在有点狼狈，那我手指头已经好了。请拿走。想，这是联名款哦。对，他跟浩浩合作的。你要吃到他的布丁。我要吃到他的布丁。对。我真的很喜欢它的苦味。对，怎么样？还不错吃。对啊，好吃耶！你要知道它的布丁有个有焦糖香吗？没有，这又是一个买完马上会不见的一个甜点。拜，好好吃哦，这个很可以呢。好，那我觉得这个一样，可以去买来尝鲜一下。你看。那我好脏的脏到啊！脏到脏到脏到！好，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开箱这个雅尼克生乳卷的新口味焦糖布丁。然后一样呢，这个除了在雅尼克的本店买之外呢，它可以去 YTN 做购买，像我们就去 YTN 做购买，在各大的捷运站都有可能会有设置，非常的方便。好，那么这边就推荐给大家啦。喜欢这边看没有？记得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铃铛哦。也可以做我们的 Facebook 跟 IG，Facebook 跟 IG 追踪哦。那黄兄弟康康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如果对手太多太简单，成功也会没有成就感，选择专家模式的难关，带着我的伙伴还有我。